曾是女子团体成员 Dream Girls 成员之一的郭雪芙，因传出宋米情遭排挤，郭雪芙又和李玉芬争领头，导致彼此产生心结，最后宣告解散。近年转战大陆的郭雪芙却屡遭爆出耍大牌，还称她是假面甜心的负面传闻，对此经纪人 Elsa 则是严正驳斥。根据一周刊报道，目前人在大陆横店片场拍摄古装剧《全探包拯》的郭雪芙，在片中饰演侠女，因此有不少武打动作的剧情。但郭雪芙一到横店，就频频抱怨当地天气太冷，去年12月底就在脸书发文，由于天气太冷，传出郭雪芙还经常迟到，工作人员就爆料她一迟到就是一个多小时，你大概不觉得久，但她要梳包头，会花一点时间，常常大家都要等她，拖延进度。但也有人注意郭雪芙似乎很怕冷，就出面帮忙缓颊，可能不习惯天气，人家又是来自台湾的小姑娘，体谅她一下，但其他工作人员不接受，还提到常摆冷面的郭雪芙就是傲娇。除了迟到之外，由于郭雪芙饰演的是侠女，因此有许多武打动作，但她常不听导演或是武术指导的指令，有些动作想省略跳过，这样当演员对吗？对此郭雪芙的经纪人 Elsa 喊冤，直呼这真的是传言杀人，雪芙跟剧组处得很好，会一起吃饭聚餐，制作人也跟我确认雪芙拍这一系列戏的合约。而且拍戏天数很短，哪来的一直迟到？甚至 Elsa 更说，但怎么努力，还是有人来扣帽子。到中国拍戏很不容易，雪芙也很努力，拜托不要伤害她。